Hello， 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大家中午好呀！今天是2024年的3月26号，今天的温度9到17摄氏度。给你们看看我陆养区的花盆里面都长小草了，这小草还挺好看的，我都不想把它拔掉，还蛮好看的啊。这个是香草，你们都有的吧？今天带你们来看看陆养区的肉肉啊！哎呀，太阳出来了。陆养区的肉肉，你们看一下啊，有一点褪色，因为今天你们别看，现在阳光不错。昨天可是下雨天，对，前天也是下雨天，所以连着两天天气都不好，陆养区的肉肉都褪色了。但是下雨天呢，给肉肉带来的是，你们看肉肉现在吸满了水，然后都特别的饱满，淋完雨今天再晒晒太阳，不要太舒服啊。这个是我的鸡莲，看看鸡莲颜色还挺好看的啊。这个是鸡莲，中间有一个鸡莲的颈这样的一个群身，对，鸡莲上色还蛮好的。我这个是鸡莲老桩，买来的时候是一个整群，然后修根的时候全都散掉了。对，很多小伙伴都知道我这个里面是一个不要钱的散群，那个卖家都没有收我钱。我后来用买这颗鸡莲本来要100多块钱的，然后我又买了一颗其他的肉肉。对，这个大家对它还有印象吧？你们看，其实无所谓，不是整群种在一起，别人也看不出来。然后你们看这边有一个脑袋底下抱了一圈的小崽。这个是鸡莲，还挺好看的吧？对，这个也是一个老品种。你们有没有看到我这个里面撒了很多蓝色的，像这种药？如果是就是种过几年肉肉的，尤其是陆养的姐姐们啊，这些东西你们应该都很熟的。这个蓝色的这个药是蜗牛药，对，这个到了春天以后，肉肉特别容易生病。我今天是为什么要撒这个蜗牛药啊？我现在几乎是每盆里面都撒了这个蜗牛药。因为我这边有一盆靠近这个边上的，这盆是冷香，我买的这个一大盆冷香，然后我发现它老是掉叶子，而且这个叶片老是会变黑。你们看，我这个里面现在叶片都有点稀稀拉拉的了。我让你们看一下啊，它这里面有很多的叶片，先是这个叶片的顶端有一点点黑，这片倒还好的，好多叶子都被我拿掉了。大多数的叶子是什么样子的啊？你们看这个里面的，看到没有？它就像化水了一样。你看这个桌子上全是我弄掉的叶子。这个里面应该还有很多的，大多数都被我弄掉了。这个估计也是，你看我轻轻一碰，哎，这个倒还好，反正烂掉了。对，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叶子，就是我这样轻轻一碰的话，它就是连根就掉了，就这样子的，看到没有？我轻轻一碰，它这个就掉了。所以我就以为是不是因为淋雨淋多了呢？其实也没有连着下几天的雨啊，但是这个叶片，你看轻轻一碰就掉了，我以为是淋雨淋的。结果我刚才我就是把这个叶子全都把它弄掉了以后啊，不是空隙大了吗？我发现底下盘着一只大蜗牛，好大好大一只蜗牛，我就知道了。因为蜗牛爬过的地方，那个肉肉就会掉叶子，这个我以前是知道的。但是我以前大多数的肉肉我都撒过蜗牛药的，这些是刚种，就是时间不是太久的，应该是冬天的时候种的，冬天之前。所以这里有很多的肉肉我没有撒过蜗牛药，没有撒药就很容易生病。这个里面你看都掉了多少叶子了，好心疼啊。所以我干脆把这个所有的这些没有撒过药的我全都给撒上药了。现在好在就这一盆掉叶子，撒了药以后应该就不会再掉叶子了，就是蜗牛的原因。你看这个叶子，你看到没？轻轻一碰就这样子了，蜗牛爬过的就这样。刚底下一只好大的蜗牛被我给弄掉了，太讨厌了。对，除了有蜗牛啊，容易让你的肉肉生病，然后还有就是我发现春天我院子里面也陆陆续续的发现有介壳虫，但那个介壳虫不是很多，就是少数的，肉肉上面有一点点，有的是那种，尤其是叶心中间，我这边没有，是在那片的。我刚才发现就是有一盆那个叫什么粉巨人，粉巨人的叶心里面然后会有介壳虫，但是不多。对，我刚才也都喷了药撒了药了。春天就是肉肉虽然长得很好，但是好容易生病，大家要注意一下，就是定期要喷药要撒药吧。你们看一下这颗，你们看得出来是什么吗？这颗是恋曲，而且我这颗还是带缀画的恋曲，好不好看？其实本来颜色还应该更好看，果冻色的，淋了两天雨有点褪色了，就没有这么好看了，但是叶片挺饱满的。我就很喜欢弄这个干掉的叶子，但是这个太耗时间，不敢在院子里待，一待的话几个小时的时间就没有了。没有，这个底下有好多干枯的叶子，整理干净以后会更好看。这颗是恋曲啊，然后带大家再看看我这边的几颗其他的肉肉。
然后我带你们看一下这棵，这棵我养了好几年了，这棵是冬云系里的白玫瑰，看看中间长出来的近期的叶片好饱满，油亮油亮的，上面像打了蜡一样。对，新的叶片你们看都是这样子的，哎呀，新的叶片都是中间这样子的，像个小玫瑰花一样。然后这个老叶片现在看着就特别丑，老叶片还特别长，我就好想把它摘掉，就留中间一个形。这种叶片的话最好把它给摘了，不要影响我的这个美观性，是吧？像这个底下的叶片，我就好喜欢揪叶子，太耗时间了。你看这个叶子有多长，夏天的，你看这个现在春天长出来的多可爱，一个一个的小包子，给你们怼上去看看啊，怼上去看看，看看我这边新长出来的好不好看。对，这个外面的叶子太煞风景了，太阳出来了，像这样的长叶子都给它揪了才好看呢。我把它揪掉啊，给你们看了一下，就是揪掉以后会是什么样子，不要怪我下手狠，揪掉以后真的是会好看很多。看到没，你看这边叶子长的叶子放在上面多碍事，还会挡底下的小崽的阳光，有的时候你把它掰掉以后你会发现底下有小崽的。这个叶子这么长了，是不是揪掉以后会好看一点？我回头来慢慢的弄，你看这边的这个叶子这么长，难看死了。随便弄一下，空了以后来慢慢的来修理它。这个是冬云系的白玫瑰啊，你们看看，它不像其他的那么红，我不喜欢特别红的冬云，它这个就是会有点上果冻色。那这盆是白玫瑰，然后给你们来看看我的这个啊，这颗你们都知道的，这个有很多人都很喜欢，这个是雪域蓝巴黎是吧？对，这个雪域大多数都是这样带缀化的，我这个是一棵雪域的小树带缀化的。看我这个石头盆，这个盆是我刚入坑的时候买的，有五六年了，六七年了，这个石头盆，看我觉得种这个还挺好看的，像石缝里开出的花。那这个是雪域蓝巴黎，它的颜色就是蓝绿蓝绿的，中间是有有杆子有扇板的。我这边还有一颗，这个是长得比较圆比较紧凑一些，这颗雪域，然后这边的这个雪域会更高一点，更像一棵树一点。这两棵种的时间都不是特别久，在二手平台上收的，这两棵时间养的还不久，但是很快又到夏天了，这一年一年的就来不及长漂亮，然后又到夏天了又会变丑了。好了小伙伴们，我进去吃午饭了啊，今天的视频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。露养的小伙伴们一定一定要记得打药，打药非常重要，看我的这盆差点就残废了。好了，那我明天我们继续分享露露吧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拜拜喽。